李医生的分数，加油，请下分数。43.6分。谢谢老师。哇，天天老师给到9分了。谢谢。龙俊老师8.8分。天天老师。我觉得我对于他这么小的年纪啊，可以用这样子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男子汉的态度去诠释这首歌，其实这首歌真的不好唱，但是我觉得他直接的那种感觉，反而会有让我刺进心头的那种感动。我觉得他诠释的真的还不错。谢谢朗珠涵，谢谢嘉刚朗珠涵。好了，这个别忘掉喽，43.6分，很好的分数。但是我们还有全民投票，刚看到3000多万，对不对？但问题你还有。陈杰喽，所以我们看第一轮全民投票排行榜，请看。